欢迎收看风车 TV， 现在是早上6:30，好早、哦。今天拍我们的专辑的主打歌《日光石》，呜呼，非常兴奋哦。虽然我表情看不出，但是我还真的很兴奋。而且这次荣幸能请到那个国际导演哦，来自高雄，非常非常非常有名，让我们热烈的欢迎阿蔡。的感觉就没了。各位早上好，其实现在是7:30，不是6:30。六号 ，sorry， 没关系，因为他已经会跟我们怎样冷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蛮幸运的，我们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雨，但是今天老天也很给面子，因为 Thank you God， 现在就是刚下完雨，但是空拍机又能飞的状态，所以可以看一看后面，目前是很光滑、很干净的。我们现在在一个溜冰场，对不对？对，你会溜冰吗？会，要不要来？但不会刹车。为什么这是溜冰场？对，这是溜冰场啊，因为它弯弯的，它就是让你都没有冰，那不是冰啊，就是很像哦。这一部作品是我第一次当导演，你看，很谢谢赞呐，唯一兄弟的两位老板给我这个机会，今天很轻松。对，我今天真的是不用一直想太多，就交给你们了。对，而且我还没开始就不要讲太满。你们交给你，所以如果拍的不好，也就是你的锅了。对。我也非常的认真用心的做这个作品，因为当时就是写词的时候就已经有非常多的画面感，所以真的会付出全力用心的做。对，因为我们前期作业策划了很久，这次希望可以透过歌曲以外，透过视觉上给大家一种不同的感觉，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希望今天的拍摄一切顺利 ，Fighting，Let's go。没睡觉，这几天大家晚上都没睡觉。然后今天要拍到几点呢？今天预计是拍到18小时。我们原本更久，我们原本是排一排是20小时。可怕啊！对啊，然后我们后来就删减。我删减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痛苦，因为我觉得每一颗对我来说都很重要。然后那时候 PG 哥就说，每个导演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课题。然后我应该要怎么去做取舍？什么东西是你想象它剪完的时候删掉是无伤大雅的？什么东西是你删掉就完蛋的那种？对，导演来了，那个风车躺在地上等等。哇，超好，超美的！我觉得终于可以感觉到一个导演他看到自己想象的画面被拍出来的样子，真的很有成就感。我当时最期待的其实就是这个，很开心，太开心了！除了今天我一来的时候，伟鸿一直说你干嘛把铝箔纸穿在身上？这是时尚好吗？这超好看的，而且我超讨厌紧身裤的。哇，菜越来越有风范了。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塌红？肉这么冷，原来是开玩笑。但是画面很好看，真的吗？可以吗？表情可以吗？很帅，很帅。Oh my god！ 黑发超好看的。Oh my god！ 大家来，现在开始开放投票，他比较适合黑发还是金发？来，黑发、金发。对啊，因为其实真的这次觉得符合这次的剧情，因为它是比较生活的东西。对，因为我们想要拍比较日常的偶像，就是两个颜值很高的普通人。你在录吗？对啊，你刚刚说风泽黑发像什么？有点像温升豪。小鱼说风泽黑发看起来很嫩。什么？很嫩，很洛基。不是那个嫩，是很年轻。哎呦哎，洛基泽。我说你们啊，你们自己投票。现在偏黑啊。对啊，对，现在。一人一有先后顺序，等下开始下来对一下。
来，我们来。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风泽 TV 第二现场，哎，请到了我们的非常专业，哎，这是真的，这个已经不是在讲垃圾话，是真的非常专业、非常有名、非常漂亮的金钟奖。对，因为这有个奖大家好，我是温之琳。耶、yeah! ！我们是因为刚好有私交，然后我觉得打篮球真的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个角色，而且其实请他来我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他的演技太好了。我想说他可以带风泽，没有没有，是风泽带我，是风泽。待会儿就靠你 carry 篮球了吗？篮球现在还没上场。那其他没有，那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你今天的心情？我今天的心情就是我也是在家听了大概有至少30次以上的歌啦，然后觉得蛮兴奋，然后我们旁边其实有一些灾难的状态。对，现在今天风很大，而且好像很冷耶，今天有特别冷。其实今天算蛮冷，有点寒流来的状态，但是我会尽全力让自己把这关完成到最好的。耶、yeah, ，fighting！ 好有道具哦。对啊，可爱耶。我想说比透明伞再可爱一点点。对啊，它是日本的水月水月。很可愛，而且有点搭那个相机啊，其实。对，因为它同色系的。对啊。好可爱哦、喔，我要帮你拍照、喔。好可爱的、欸，看一下你的照片拍出来。整个对，这非常特别的照片在他的肚子里面。因为那个宝丽来的底立可拍是用药水，所以当温度越高的时候，它显色会越暖。哦，它真的有点灰灰的，看起来它的温度不够高。没有，因为那个底片有算是有效期限，然后放有点久。哦。然后我想说，反正我们本来就是要假装很久了。对对对，之前的照片，这样就像过期的爱情一样。Oh no！ 怎么变 ？I'm so sorry。他风格，你刚拍完什么场景？刚，其实就是基本上是对着偶像。帅气躺下来对嘴，那你怕是他自己比较喜欢的？对，因为他其实很冷的、啊。我刚有几度我是这样子。I am so sorry. I am so cold. 但其实拉远看不太舒服。对对对，我就尽量在。他很专业，近的时候他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对。可是他比较远的时候，我就过来一点。假装。大家可以自己。暂停，然后放大。好了，这我们在剪接就会处理了，对不对？重新播放，我会把你全部的都跟进。安静啊你！人生就总是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抉择。没错。星要出道了，我摇一点。再拿一杯就好，我尝尝品。Oh my god, so oh. 还好怕冷，你很怕冷。我很怕冷，你呢？我还光很赞哎。对啊，你感觉你感觉很轻松哎。还好，很冷哎。我还好。还好。还是因为新加坡没有那么冷过。新加坡确实没有冷过，从来都没有。冷也不会冷到哪里。都是全年夏天的。对啊。怎么样？第一看是先拍我们两个吗？近的。两个人吗？现在直接两个。借给我们的才子导演，关于就是我看日环食的一个镜片，还有黑白底片，好贴心哦。那我们先拍三人的吗？双人的先来。你是六点人？哇，这个导演非常难搞。我要拍下去，他说我是右脸人。我傻眼。今天天气预报本来说一整天都会下雨，可是。我们的晴天娃娃很赞，晴天娃娃耶！ Yeah, 你看有认证过的，没错。那伟宏，你们这是才子第一次当导演，有没有给他什么指导或是？没有，没有，没有。他想法蛮多的，所以就直接给他试看看好了。然后在前置期什么，你们都放手让他自己准备。对啊，对啊，就给他自己来。然后我很开心，因为今天我很轻松，走来走去就好。对啊，就看大家。怎样就怎样，慢慢放手之后就不用自己忙了。赞啦，赞啦！应该是靠这边，这样面对面这样子。对对对，啊，你们等一下看要不要交换，看哪边你们哪边比较漂亮。等一下你就麦克风，你一直 cue 我们不同动作，我们就一直做。或者你可以帮他弄一下头发、刘海之类的。这样很怪，对，我觉得很怪。这样这样，他会冷啊，然后再放他之类的。
啊，不要那样子，哦，把它抓过来，就是温柔一点，然后可爱一点。不要一直摸，停在那里可以。一点点。身体，你像天气很冷，然后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对，跟着音乐。温温可以觉得很好笑。Lisa， 有没有？有没有？我的头烧他痒，为了让他快乐。这样很好，这样很好。稍微摇晃一下，天气很冷的感觉。看，碰看到。超级搞笑。哇哇哇！很好看耶。哇哇，可以。哇，导演厉害，会导哎。幸亏我冰箱有在健身呢、啊。你有在健身吗？啊！我们该旋转。对不起，我最近吃胖了一点。它不重，是主要是很晕。走，我们刚才直接没办法走。完全是这样。没办法直着走回来。醉了两个人的感觉。太晕了。可是照片很漂亮耶。是的。我们的比较是哥哥拍的。什么感觉？就是它会其实是因为我的底片有点晒到太阳，或是它放太久，有点过期，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旧感。然后他们说他们就是要这种过期感，所以以后要把底片放到过期就会有这种感觉。对。今天要拍什么场景？要问蔡导。蔡导在忙，是要骑脚踏车。先坐在那里阳台，然后晚一点是骑脚车。阳台是什么？是合体吧？对对对。然后我们等一下还有两颗要拍，才转到室内。你觉得这场还是什么？我觉得风有点大，有一点点，但是风每次吹温温的头发，我觉得很美，真的很美。只是担心他们会怕，就是会冷而已。对啊，希望可以赶快拍。很辛苦，对，希望可以快点。我好想上厕所，需要下一站厕所。可以，看啊！哇！略懂的风泽。刚刚看到有一点害怕吗？他们刚刚本来说叫我就是要假装推他，然后我就想说怕危险，然后他们就说千万不要把他推下去。我说不会，就看他刚刚自己骑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够危险。然后他就说。再见了，老板。再见。
只要风泽平常常常骑脚踏车吗？平常很少骑，怕你衣服卡到那个轮胎，所以小心一点。我觉得是因为脚踏车对他来说太小台了，他通常都骑那种很大的越野车，所以他只是不习惯而已。很好很好的一个借口。Yeah。我可以假装，就是他很顽皮这样。效率惨，效率。我觉得效率惨，效率惨，效率惨，效率惨。这是什么？这都会这样吗？坐起来好不适合，然后没有什么肌肉。那我抱歉，什么意思？我算体脂高也不能欺负我啊。过马路小心哦。Wonderful， 终于办完户外了，现在我们要去棚内了，我们终于可以取暖了。对啊，而且好冷，真的好冷，随时都有暖暖波，所以 OK 的。待会儿就好好吃个喝个热巧克力，暖暖身。Yes。人生就总是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抉择。没错。心要出道了。我摇一点。我摇一点。我摇一点。